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几天，我们早晨所谈到的是“忠孝”两个字，这两个字。怎样落实？落实的样子又怎样？在世间法里面，孔老夫子落实了，孟夫子也落实了，他们一生的心行就是落实的样子。在佛法里面，诸佛如来落实了，诸大菩萨也落实了，声闻缘觉也落实了，他们的形象也就是真正落实的样子。我们学佛，诸位知道，佛教是教育，是什么教育呢？是圣贤的教育。学佛的目的就是学做圣人，学做贤人。用佛法的术语来讲，学做佛，学做菩萨。佛菩萨是至善之人，儒家讲的止于至善。这四个字，诸佛如来才真正做到究竟圆满。至善是信德圆满的流露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至善之人，我们应该要做佛，要做菩萨。做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来说天经地义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凡夫，迷失了自信，尤其是生在现代这个时代，苦难太多了，这些苦难对于人的折磨，固然是可畏惧的，但是也能够令凡夫觉醒。所以这一棒把我们打醒了，醒过来之后这才肯回头，真的回头，彻底回头，恢复自己的本性，这就是佛，就是菩萨，就是儒家所讲的大圣大贤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生活行为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常常想，
哪些是该做的，哪些不该做的。你能够把该与不该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不迷惑颠倒了，你智慧就开了啊！你修学做人功夫自然就得力了。这就是佛法教诲当中啊常讲的辨别真妄啊，真我们应该做的，虚妄是不应该的啊，邪正啊，正我们应该要做，邪就不应该做啊，是非啊，是应该做，非就不应该做，善恶善应该做，恶不应该做，利害是利应该做，害不应该做。这个利害不是对自己的，所以世间许许多多人学佛把利害都看作我个人的利害，错了。这个利害是说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，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，对一切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，不是对自己啊。诸位要懂得，如果这个利害是对自己来讲的，错了，那不是佛法了，那是轮回法了啊。利害如是，前面所讲的四对亦复如是啊，真妄不是对自己说的，邪正也不是对自己说的，是非善恶都不是对自己说的。诸位从这个地方把念头转过来，你就可以学佛了。如果把这些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统统都以自己做标准，你还是个凡夫，怎么学也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我们大家都明白，佛说得很清楚啊，决定堕三恶道啊，六道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。我常说佛经典里头也是这个比喻啊，到三善道来就好比是度假了，观光旅游啊，度三恶道啊，你又回老家去了啊，六道众生的老家是三恶道啊。佛在经上虽然常常提示，常常说，几个人把佛所说的当作一回事，如果把佛的教诲认真当作一回事来看，他就会认真努力，想方设法摆脱轮回，然而他没有把佛的教诲当作一回事情，耳边风啊，
听了就忘掉了，依旧是为非作歹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佛菩萨实在慈悲到极处啊，我们是如是的悖逆顽固，佛没奢求了，生生世世还是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，启示我们。无数次的重复教导我们，佛的恩德不是父母能比啊，父母对我们恩德一生的，佛菩萨对我们恩德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永远不舍。那么我们要怎样落实佛菩萨慈悲的教诲啊？我讲到忠孝两个字，我把这两个字的内涵范围涵盖了全部的佛法。就是佛家所讲的大宗持法门，用中国话来说，佛菩萨教我们没有别的，教忠教孝而已也，千经万论的不离这两个字。忠，忠道第一义，孝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是诸法实相。实相是什么呢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这是实相。从心性离体流露出来的慈悲，流露出来的博爱，博爱两个字，诸位无量寿经念多了，你晓得这两个字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。清净平等的爱心，纯一爱心，佛是教我们这桩事情，教我们以纯善的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爱人，爱一切人，爱无，爱一切无，儒家的教学，只教导我们三桩事情。第一，教我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，这就是伦理的教育。第二，教导我们明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第三，教导我们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佛法的教学也是这三段事情，
比儒家的范围大了，佛家教学的范围，虚空法界，无实无宗。 过去无实，未来无终啊！真正名副其实，博大精深，这是称信的教学，真实的教诲，归结在。 忠孝两个字，儒家教我们用忠，忠勇之道，忠和。佛法教给我们用忠，菩萨用中道。 第一义地，我们到北京去逛逛旅游，看看故宫，故宫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建筑物，第一个建筑物太和殿。 第二个建筑物在当中，中和殿；第三个建筑物饱和殿。如果你能够做到太和、中和、饱和，太和是什么？孝啊！你们想想对不对？ 中和跟饱和是什么？中啊！中和是叫你用中啊，饱和叫你不能失掉用中啊。这三个大殿放在那里，匾额挂在那个地方，不就是教忠教孝吗？ 古时候帝王以什么来教化众生？以什么来治国？忠孝而已呀！我们要能体会得到，要能明了啊！太和。 是自信啊，真心本性，中和饱和是信德，真心的德用。我们迷久，迷得太久太久了。这圣贤人教导我们。 恢复自信，他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在佛家里面讲善巧方便，就教我们礼让。小学教育，教学要从小教起。谚语里都常讲啊。 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年幼的时候教导他，慢慢教他养成一个习惯，就跟天性一样。所以儒家的教学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胎教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导。 所以母亲心地柔软、慈悲、真诚，影响胎儿。
啊，一举一动都如理如法，为的是什么？为希望小孩在母胎里面吸收这个气氛，胎教开始啊。现在的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？跟他说，他说我们迷信，说我们在笑话。 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啊，今天人不相信这些道理，相信科学，科学是小道啊，小道不能解决问题，小道只有把问题搞复杂了，把问题搞糟了，啊，现在科技发达带来的社会这些现象，诸位亲眼看见。 亲身体会到，唯有大道才能解决问题。从小学礼让，礼学规矩，踏进社会，你这一生。 无论在生活上、在工作上、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懂得忍让。到你德行有成就了，事业有成就了，你在社会上居于领导的地位了。 圣贤人教我们要谦让、谦虚啊，让是不为自己，一切让别人呐。这是人生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呢。 都让别人，所以你要能够知道让，是我们的心得，是美好的德行呐。你要能够实践落实，就行让啊，一生让别人，给社会做个好样子。 现在社会呢，竞争呐，所以打得头破血流，人跟人争，团体跟团体争，过与过争，这个世界哪里有祥和，哪里有太平呢？我们常讲，啊，这佛法里头，做师做范，做社会一个好榜样。 从哪里做起呢？让，好事都让给别人。我们努力去做，希望别人看到之后啊，会觉悟，会回头。我做，我们做，做他还是不觉悟，还是不回头啊，没效果啊，不做了。 算了，这是我们错了，就迷惑了。我们做，他没有觉悟，不肯回头，我们做的还不够啊，我们做的不彻底呀，没有能感化他们呢。顺。 为什么能感化他的父母？感化他的兄弟？感化他的邻里乡党？感化一个国家？你们想想看，他那个一生是不是从小学的礼让、忍让、谦让？忠孝要落实。
你不懂得让，这两个字你就做不到啊。过去我记得我曾经用一个专题讲君亲师三个字，我说的很多啊，这是儒家讲的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啊。君是领导他，亲是爱护他，培育他，师是教导他。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人，无论过的什么生活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都具足了君亲师这三个身份呐。这三个字落实也都在行让、知让。尤其是明文利呀，五欲六尘啊，这是一切众生所贪爱的、所争取的，我们要对症下药，从这个地方学忍让，学谦让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忠孝落实呢，着重在让字，礼让、忍让、谦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